因为其实素真的很多料理都用豆制品，是你吃多了你会一直放屁。我没有说我啦，我真的我已经看到标题了，瘦子放屁。瘦子无肉21天狂放屁，抢先报名合体阿妹打巨蛋见。有个科学数据说，一餐无肉可减少1.92公斤的碳排放。如果我们能在生活中少一点肉，降到。瘦子21号担任爱地球大使，已经完成无肉生活21天挑战，只是排气出了点 trouble。其实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，要小心一点，因为其实素真的很多料理都用豆制品。是，你吃多了你会一直放屁。我没有说我啦，我真的我已经看到标题了，瘦子放屁。没有，我是说大家真的要小心。是吧？不是吗？是啊，对啊，是吗？对啊，我只是这样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后来发现身体上的变化，就是不要吃太多。跟另外一半一起吃素吗？会，就一起啊，对啊，你可以彼此鼓励。不用鼓励，我觉得你们大家都把这件事情讲的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，大家没有很辛苦啊，他其实很爽啊。吃素身材有？有，是正常的，对，没有。我一直都没有腹肌啊，我腹肌都是要拍的时候的前一天会跑出来。你知道会快要拍满，会紧张吗？因为最近疫情好像烧钱。那没办法，世界现在就是这个样子，对吧？那我的立场是这样的啊，我说真的是乌鸦嘴哦，真的如果今天需要再演10次、20次、30次，我觉得我都不会有一点可惜，对吧？因为我觉得安全是最重要的。有，那时候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12天都到，所以我觉得就特别其实我们能做就是我们把影像先录制好这样子。会觉得可惜吗？没有两个人合体。不会啦，来日方长。7年才会到，觉得蛮可惜。那7年后再说啊，对吧？对，大家都还年轻，对。因为他说他不会再回小巨蛋。哦。哦，那我看来就大巨蛋见了。你好，佩佩，很高兴来这里。这不会很腻，你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中间看到了什么？所以我第一个大佬的脚正对我，让我很不开心。不开心。他讲你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哈哈哈哈哈哈，阿哥最棒。